下面是草啊，然后全部都是草。所以我是第一个来开箱他的店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哇，你现在不是红楼女鸟，你现在是什么？自己讲，萝卜头啊。哦，Blackpink。我现在就要准备去弄头发了。经过了5个月，从 MCO 不是，是从新年到现在没有弄过头发。OK， 那因为我的朋友呢，就是阿 Roy， 他最近新开了一个新的 salon， 就在 Bukit Jalil 那边。这个 salon 呢，就是很特别的，他就是结合了一个 salon 跟 bar 的 concept， 因为他个人就是非常想要喝啤酒。除了我自己剪头发、染头发之外呢，也要帮他剪头发。嗨，红毛蛋，红毛榴莲，他一直讲他是红毛榴莲，然后给大家看看我的头发。哇，然后这个下面是草啊，全部都是草，太干了，而且分叉到很勾勒，我觉得必须搞一搞粉，然后这个颜色也要换一下粉。OK，Let's go。弄完这样哦，应该是不够钱，不够把钱，所以弄到这样子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疤的部分，但是是没有这个 area 最美啊，我觉得，但是是假的。然后这个 area 呢，就是他们的剪头发区，然后这边就是吹洗发区。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应该是专门给人家喝蹭酒吧，酒鬼。所以我是第一个来开箱他的店的人，你知道吗？这边是我专门给我的顾客这边黑啊，想要来这边 bonding 喝就好像你这个来这边咯，因为我这边 wifi 很快，然后又有东西给你喝，这边可以来开箱， yes， 然后这边就可以给你们这边黑一下这样。我刚刚跟他 Roy 讨论过了，我问他帮我做什么颜色的头发，他跟我讲，等下你就知道，我现在很怕。然后我现在开始要变身了，总有人好了，我要杂草，总有人救了，150遍。笑的时候就种下去了。我现在懂了，原来剃头发是要拿一个梳子放在那边才剃才对的，我之前都是错的。哇，你现在不是红楼女鸟，你现在是什么？自己讲，萝卜头啊。哇，我的头发，哇，长哦。哇，这样长点就好了，我真的很鬼使劲耶。 Much much later， 对了，剪好了，不错，我觉得弯过来一下 say hi。 OK， 现在刚刚去补了这个发根的颜色，然后现在整个头几乎 balance 了那color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换别一个颜色，就是整头一起染成别的颜色。1 hour later， 紫色头发，但是我不是染紫色，它只用紫色来盖过我的黄色吧。70 years later， 有紫色吗？紫色。
看起来紫色吗？是。OK， 下一个。Blackpink， Kill This Love， How Would You Like That 啦？对，等下我们就做全班就完成了。弄好了，紫色。我刚才还跟大家讲不是紫色，原来出来真的是紫色，短了然后又变粉粉，明白？讲没？讲没？我们其实经过一番努力，终于把我的原本黄黄的头弄到像现在这样子，就是我们把黄色去掉变成紫色的头发了。对，然后团队还有大家还有团队，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给个 like， 然后分享出去，然后看个很多很多次，然后记得 follow 我的 IG、Facebook 还有 YouTube。我是可能下再见，拜拜。哦，对，他们现在还有 buy one free one 的 promotion 到8月31号而已哦，记得去 PM 他们啦。给他看，给他看。好长啊！好长啊！好看啊！我觉得好看啊。Oh my god！ 哇，我的头发 ！Oh my god！ 太长了，拜拜。这个不是一寸了，这边是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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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寸。你怎么？